大家好，我是 INTO1 刘宇，很高兴告诉大家 Billboard 公告牌正式进入中国了。如果你也是一个爱音乐、懂音乐的人，就快来和我一起关注 Billboard 吧。我在这里为大家准备了一个关于 Billboard 的小问题。你知道 Billboard 除了榜单之外，还有哪些内容吗？答案就是，作为一个全球性的综合音乐媒体，除了榜单，Billboard 旗下还包含了新闻、杂志、音乐演出、颁奖典礼、视频等多样音乐内容。更多全球音乐内容，请关注 Billboard 官方微博吧。